咁我哋發覺咧，其實有啲早期嘅設計嘅公屋咧，啊係其實有空間同埋喺嗰個結構啊、防火方面咧，其實都可以加建嘅。譬如呢啲咁嘅公屋咧，大家睇到咧個層數就唔高嘅，但你睇到佢其實咧有好多空間可以利用嘅呢度前邊。咁我哋就話呢啲兩頭兩尾，即係都係一埲牆，而啲埲牆嚟講咧，其實好容易咧就可以用組合屋，其實掛上係一樣，掛啲組合屋上去，咁咧就係、是、可以增加咗個單位。嗱，簡單一個平面圖，呢個係最簡單嘅一啲早期嘅設計，大家都知啦，即係一條走廊兩邊有單位嘅，一頭甩尾，大家睇到紅色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覺得可以喺呢方面咧。就是加建的250平方尺的这个宇宙组合屋呢，个造价我们看过呢，大概呢就是18万至20万港纸左右。但是你还要即是博水博电啦，现场下你又装行等等。所以我们估计呢，其实可能是30万或者30万松一点呢，应该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好的。